写的不长，很短，很短。这一点呢，离这一处米不离得很近。往下走，它的方向指向于下边这个横，然后横笔就跑了上来了。这个口起端庄，不要太大，不要太大。然后写这个金字，就欧阳修这个独到的东西，后人学欧啊都没写好他这点，他写的非常小。往外撇，这笔非常短，这个金字就这个块写的特别小，写的特别短，不能把这个块写的很高。一般人，我们写字的人都不懂这个，写不好看不好看，就把金字写在两边，两处写太大了。然后这一竖笔下来，垂入收笔，不能大垂入。这竖笔和上边那一竖笔在一条垂直线，是吧？这地方呢，宣纸不好看，更垂入不好看，小垂入